牛头上单选错了，那怎么整？我本来想玩的那个，哎呀，我本来想玩那奥拉夫的。战士的最高境界，就是不拿盾牌也能够开盾墙和公牛角力。哼，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儿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海南，以前牛头厉害，现在不能 W 接平 A，有点弱。这泥不好吃吗？将他们冲散。没有啊，只是我觉得我不能吃太多。我也不说。哎，坏肚子了吗？不是，俺知道该怎么做。二连短儿，哎，哎，你必须跟着俺。顶，电眼 AQ 平 A 闪现，一换一，这波血赚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没办法了，我们顶完接平 A，敲完接平 A，是我们的极限了，不交闪血赚。他要是把我杀了，他就生了，不能让他先杀我，先杀我，我就死了，我们就白死了，知道吧？这波不打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野区，野区跟我有啥关系呢？野区。你信哥要一打五啊？你们这不把我害了吗？这我的线上啊！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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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不过呀！哎呀，你瞅你们那几个一那样吧，那血吧。这不能再打了啊！将他们冲散！你咋的呀？没完了呢，还一直打是不是？这个我 A 的，没什么可吃我个二连，当叫人是吗？不讲武德。我顶小兵啊！哎呀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！这也把我闪现滋了死了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出点啥呢？这牛头。炉灯的激荡，推推棒，你必须跟着暗俺。夜收割者，出一个收割者俺知吧，道该怎么做。炉灯不太行，出收割者吧。收割者比炉灯厉害多了。收割者出完出一个，那叫什么来着？
将他们冲散。无妖，开他啊！不管呢。抠顶。好痛啊！我们站在草丛之中，看看怎么能杀他一波。他可能会往里抠啊，我们往后点，往右边点吧，别让我顶着啊！我跟你说，别让我顶着，我让你尝尝牛角的滋味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我让你尝一尝牛角的滋味。往后点，省得抠我们。我让你尝尝牛角的滋味。等。回家。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来个西地海呀！8分钟29刀，怎么的呢？他才22个刀，我29个刀，我不比他多多了。我顶你个肺，给您拜年了！短儿，短儿，算了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啊！上来呀，小伙子！我以前呢，就是用这牛头辅助的物资，知道吧？哎，我好怀念以前的牛头上单啊！以前的牛头上单特别厉害，给你个短儿，让我顶你一下，顶！快不快？俺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这打不了，老疼了，现在。打这种流头吧，出点魔抗就完事儿了。这玩意儿打人不掉血，这流头这英雄。他只要出点魔抗，我们就很难打了。出个什么影魔刀之类的。我不二连了，这波我就顶他，我开始顶他了。哎呀，差个眼儿，等这扣被动消失啊！哎呀，我顶！哎呦啊，对不起，能打过不？100多滴血，被动7层、5层、6层、7层，回血。哎呦啊，我这好像不行，不行，回家吧。不行，这不行。
这把来个吸地海吧，没什么可以，或者来个水银海也行。先来个吸地海吧，捡吸地太少了的，没有捡吸地，就得吸地快。现在多少啊？20%。一会儿八级也给了呀，这都给完了，现在八级给完才20%。将他们冲散。我看你是欠顶了，顶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是不欠顶了？哎呦，我顶！你必须跟着。哎呀，我的车，疼啊！你是欠顶了，我这一看，短儿，短儿，这人太多了，他妈三个人，你要俩人咱就算了。俩人那波能打，俩人他能杀一个，我估计能杀俩，要是两个人的话。俺很生气，早点R，我R慢了吗？没有吧？哎呦，点烟了。这小驴人我不杀不行了，小驴人，谁叫小驴人？走去中路，这小驴人我估计不能走吧？啊，走了，走了，算了吧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别叫人啊，你玩凯南打个流头还他妈还三个人赶客，我顶你。你必须跟斩。我再顶。敲。啥意思啊？造反呢？我要杀你了。啊？这小兵呀，哎呀，这攻击速度好像没够啊，这波。哎呀，我攻速不够啊，没 A 出来呀。这小驴人有点讨厌厌了，这小驴人呢，发条好像不太行啊，看看啊，嗯，小驴人好像有点挡不住了，小驴人，你必须跟斩，连赶可我两波。蓝 buff 哪来的呀？去中路赶开一波吧。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俺们家那螳螂干啥呢？我顶你个肺！可以，
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俺们家那螳螂刚才搁人家野区晃了一圈，啥也没干，野也没清，不知道干啥呢。你在干什么？来点作用啊，螳螂！这至少是杀八个人了。这波估计够呛了。怎么的？很坏了，这凯南！哎呦我这凯南！我一看这很坏了，这凯南！你敢出来吗？你敢不敢出来？我问问你，你敢不敢？看来你不敢。那损色，走呗。这只有我放了技能，他才敢出来呀。85+75应该够吧？哎呦我操！走呗！哎呦啊！闪现躲我 WQ， 瞎猫碰死耗子。中路团一波 ADC 好像挺厉害的 ADC。 哎呦 ADC， 漂亮 ADC， 后果很严重。你必须跟斩，给我把上路推了。冲散！哼 ，Q 技能图标是，这明显是个手往地上一敲。将他们冲散！这不牛拳吗？牛，两个手指头。你干哈呢？俺知道该怎么做。像个耗子似的，穿这么远。哎呦我螳螂把赵信杀了，这不用管了，俺们推一波上路。哎呦我操 ADC 这么猛 ADC， 没事，那凯南没有大。没什么可以把你击退，这一技能伤害也太低了，怎么能低成这个样子？能打塔吧？现在还不行，还不能打塔。
哎，拿下！好，回家了。我们好像有点无敌了，兄弟们。我想一想啊，我们应该再出点啥？我来个乌蛟。嗯。等吧。没什么可以把你。来个巫妖，出一个美甲窃魂卷。简溪地目前31，咱去打个蓝 buff。俺知道该怎么。发条要蓝，好像没啥用，啊，不如给俺。短儿，直接打三个点儿，啊，他让他以为我们不是故意的，其实我们是故意的，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发条拿着蓝没用，我一看那发条那操作呀，还不如给卡莎呢，卡莎拿不着，只能我拿了。你咋的呀？我不顶你啊！啊？我不顶你吗？啊？来，兄弟们，我给对面大招全打出来了，看你们的了，剩下。啊，剩下就看你们的了，漂亮啊！干哈呢，小驴兰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救！救救！呀，剩发条一个人了，还行吧？六成杀人书可以接受。没蓝了。那说明你控蓝不行，不会控蓝。我怎么不缺蓝呢？没什么可以把俺击退。跟斩！哎，对面有蓝 buff， 快快快快！俺很生气。没有，中推呀、啊，咱就别先大龙了，大龙不合适啊。其实我也可以不死，你知道吧？我如果保着这 ADC， 对面直接基地爆炸。我就往这 ADC 旁边一站，那小绿人过来我就顶小绿人，那凯南过来我就顶凯南，那我直接一个二连，这凯南直接大一个人，有什么用？哎，先顶小绿人，咚一个敲，一开起来 A。我顶大龙吧呀，我说没兵线呢，这18层美甲窃魂卷